有人想快乐想疯了，于是找来482名博士、3576名硕士、22220名本科生、11062名大专生，研究怎样能活得快乐这个课题。经过10年的呕心吐血的努力，之前终于发现了最容易快乐的方法，那就是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，快乐却有欢。这个早点放盐好还晚点放盐好呢？错，就是早放盐是不对的。烧肉啊要晚一点放，不宜过早放盐。原因呢？因为盐它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嘛，它很容易使肉中的蛋白啊，这种蛋白质发生凝固的，让这肉块呢缩小，肉会变得很硬，更不容易烧烂了。就是嚼起来啊太有嚼头了，柴了，硬了，不好熟，不好烂了。对，我们必问的是什么呢？说冻肉啊要在高温，比如说开水当中解冻，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当然是错的。对，冻肉呢最好在常温或冰水下呢，它更容易解冻。因为啊这个肉啊骨头啊烧煮的时候，你肯定就是像我们